来赶坏肚子了你。哎呀，没带纸。哎，是老高家要点纸。这一天呢？哎呀，哎，哎，老嘎子，快拿点纸，快的。不是你干啥呀？上这要纸啊？哎，坏肚子了，快的。哎呀，你坏不坏肚子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哎呀，我，哎呀，呼的啥？快点的，你别不了一会儿。不是你这是固体转成气体，一下子排出来了，是不？你哪来那么多词儿呢？你整点纸啊。纸啊！哎，啥呀？报纸啊！这报纸这能开屁股吗？那多拉屁股啊！妈呀，还能开屁股？我跟你说，我这都没舍得用，知道不？你给找点卫生纸，软乎点的。哦。啥屁股呀？金屁股呀？啊？还找卫生纸？你再说你家趁矿啊。谁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啊？啊，你哎呀真能过去。你要没有就说没有的，你实在不行你给我找个布朗行不行？小布条。这一天净事儿。布条，布条有吧？还找布条。哎，快点的。围脖行不？我不要这色的，白色的。哎，我发现你这女的咋这么挑剔呢？那怎么的呢？那上厕所的卫生纸啥不都白色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快点的，我憋不住了。那你没有那玩意儿，你说咋整？哎呦我去！呸！哎呀，不是你说，哎呀，你这呼的啥呀？你挺大老爷们儿，你说你瞅你要点卫生纸，你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我这不是肚子难受，走你家门口，我能吗？上你家来要纸的吗？这啥呀？实在不行，你就拿这刮一下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滚蛋吧！我拿这玩意儿刮一下。你我跟你说，你要再不给我找纸，你拉你家炕上了。啊，你别往我家炕上拉啊！咋的？我这炕可是祖传的，我告诉你。啥玩意儿？你家炕祖传？你家房子盖几年就祖传的？炕席。你就赶紧拿这对付对付刮下得了，快点的吧。不是胡老嘎，我说你，我就从你借点纸啊。你那平时上我那又蹭这蹭那的时候，你咋不说呢？啊，我就从你要把纸，你瞅你磨磨唧唧、抠搜的呢。不，我不是没有那条件呢，我家具有这个我都舍不得用。你呀你，你就该找你这辈子你打光棍，啥你也不是。咦，跟你说以后这样咱俩别处了啊。听见没？以后啥事你也别找我了，又缝衣裳又干这干那的啊。是你好。你行啊，老嘎子，临走我得送你份大礼，我跟你说。妈呀，小娟要我说就你讲，你看看着，啊，还要送我份大礼，真好。来接礼啊。哪儿呢？这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得亏我这是个屁。收钱了，收房租了，哎呀，小两万到手了，哎呀，这人民币的味道真好。但是有这个别的人呐，这钱还没给我，这顾老娃他也不积极。哎呀，这鬼搜的好像是他，这是来给我送钱来了。一会儿我得治治他。老哥来送钱来了啊。那啥，我家那个这月多少钱呢？哎呀，你家这月可有点多呀啊。
这房租水电啥算一起2500。不，咋那么贵呢？你看啊，冬天人家都烧煤啊，你不烧煤，你光点空调，那空调多费电呢，成天成宿点。嗯，房租能不多吗？哎呀，那我没那钱呢。哎呀妈，你这过年我也不太好意思，这难为你哈。你这么的吧，老嘎子，你看我摆这小游戏没？我玩的新学一招。嗯？啥游戏啊？就这牙签儿，你看见没？就是挪动两根牙签儿，然后变的数呢比原本的数要大。我一会儿呢，我先挪，我挪完你要比我的数大呢，我就给你免一月房租。你看咋样？啊，行。行吗？我跟你说，别人都没有这待遇，我就得意。你看呢啊、哦？哎，看吧，508变成999了。啊、你一点一会儿挪的数得比我这999大。那行。行吗？啊。来吧，到你了。妈呀，这家从三位数一下变成五位数了。啊，这嘴这欠的，早知道不这么说好。那啥，那这月房租是不是就免了？免了，那话都这说出去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你等会儿，你这么的老嘎子，我有点不太服气啊。有能耐你就再比那个啥，摆一个比这个数还大的，行吗？那再多免几个月呀、啊？行，你要是能摆出比这数大的，我再给你免3月，行不行？那行，说话算话。那必须的。我就。不用挪了，嗯，站在我这边的视角，你看啊、哦，啊，就是81151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呀妈，就是你瞅着，就是把这个，哎，我挪这边来，啊，那你看你这是多少数？51121，对不对？哎呀妈，行啊，老嘎子，又学一招啊，3月。行吧，谁让我嘴欠呢？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还能摆出比这还大的不？不是，那你咋的？要我免一年呢？那拉倒吧，那我再研究研究吧。你走吧。啊，要你留我这吃饭也行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就搭3月房租了，我还留你吃饭？哎呦我的妈，不会该干啥干啥去了？咦，4个月了。这姑娘记性咋这么好呢？那给钱家咋想不起来呢？先前免一个月，后边又免3个月，行，你快走吧，拜拜。哎呀，咋这么厉害呢？晒羊羊呢？晒羊羊呢？干啥？棒棒糖。想不想吃？吃羊。姐姐问你个问题，你要答对，姐姐给你买棒棒糖，好不好？好。跟你出个对联，行吗？嗯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本日飞机飞往日本。妈呀！谁说你是二傻？这不傻呀？嗯。再你出个难点的啊、哦。嗯。说这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下去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你的道宾不带子。你这还说话，你就骂人家还呀？能不能好好唠嗑了还呀？没骂人呢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不对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早死晚死都得死啊。这怎么啥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你再好好想想，不对。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有谁大便不带子。你若大便不带子，难道你要用生子？你整这个恶心点，我这吃棒棒糖呢。你虽说你整的有味儿吧，这些稍微有点味道的这个对联啊，你别说挺押韵哈。最后给你出个难的啊，答对了姐姐领你买棒棒糖呢啊。嗯，好。啊，你说啊，老天下雪不下雨，雪到地面变成雨，变成雨来多麻烦，为何当初不下雨？你吃饭时不吃屎，嗯，饭到肚里变成屎，便时多麻烦，为何当初不吃屎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这说说话，你说整这恶心，你瞅瞅，唠唠嗑的跑偏。我都答对了，我要吃棒棒糖。棒棒糖，你吃屎吧你！呸！傻！哼，你的大便不带纸，你的用手指。